Who's got the cutest pet on the internet? I have this one, so cute. 早安，安妞，我是艾利克。立刻去好事多买了一台雀巢的胶囊咖啡冲泡机。那今天就迫不及待的赶快来试用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啡冲泡好了，我们一起来吃早餐吧。我准备了火腿片、起司、可颂、鸡肉凯撒沙拉，跟刚刚冲泡好的。再喝一口我的卡布奇诺。好好喝哦，吃一口鸡肉加生菜，嗯，它有附两个酱哎，这个是，这应该是黄芥末酱。这个是里面还有一颗一颗的，不知道是什么酱哎，我试看看。芥子吗？芥子沙拉酱，你看一颗黑黑的，知道的人可以跟我说，这个到底是什么酱啊？饱满的可颂，黄芥末酱。嗯，很好吃哟、好吃。好的呢，如果有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并打开小铃铛。追踪我的 IG 以及 FB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f I'm being honest, I know that he's not the one, and I feel kinda bad that I keep stringing him along. So I'll do it on my